教学辅助资源。句型条，教材包含本学年所介绍的所有重点句型，可用于课堂讲解，亦可用于课后展示，供学生参考学习。字形演变卡，教材中同时包含了幼儿园所有生字的字形演变卡，用于辅助每周生字教学。字卡，字卡有大、小两个尺寸，大型生字字卡方便教学和展示使用，六套小型字卡便于学生小组活动时使用。图片字卡，教材中另有上百张彩色真实实物图片字卡，方便老师辅助教学。学生小组活动记录，包含整学年的小组活动记录模板，以便老师在小组活动时记录下学生表现和其他表现细节。歌谣海报，教材每周都配有和主题相关的大型彩色歌曲童谣海报，以增添教学内容。